大家好，我是捷运汽车阿奇，今天跟您介绍的是这一台2011年 Go Plus 1.4 PSI。我们来介绍车的部分。现行全世代的 Go Plus 虽然外观变动幅度不大，车设及车尾部分与古代车型并无明显的差异，不过在车头部分上换上的几乎与六代 Go 不相同的风格，整体的美感也更上一层楼。然后我们再看车侧部分，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，为了勾勒出六代的线条，车身车侧的拉线从车头一路到车尾，营造出非常动感的表现，让外观看起来更为的年轻化。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内装部分及配备。我们首先来看到后箱部分。后箱部分的话，它比Golf大概多了15公升左右。它的座椅为6-4分离座椅，它的底下下面还有一层大约一个拳头高的高度的置物空间。侧边的话也有非常方便性的挂钩，可以供你使用。我们在后座部分，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后座部分。后座部分的话，它为6-4分离座椅，底下座椅可以前后移动，还有后座出风口以及后座两边的餐盘架都有。然后它的安全镜部分的话，前座的安全气囊以及头等式安全气囊以及后方的侧边安全气囊，不管在舒适性与安全性上面的话，也提供了非常大的防护作用。我们在前座部分，前座部分的话，它的前面出风口一共为8个出风口，能够营造出室内良好的空气品质。而且这款它没有天窗的话，它上面会有四个置物空间，供你做收纳。Go Plus 它的好处就是它的车内置物空间相当的多元，包括你前座的座椅底下都会有抽屉，提供您更好的置物空间。然后引擎部分的话，它是搭载1.4 PSI。涡轮引擎，最大马力为122匹，扭力为24.4公斤，它的平均油耗为15.4，最高的平均油耗为18.5升。变速箱方面的话，搭载为7速 PSG 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箱，为现行变换挡速度最快的变速箱，也是最省油的变速箱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介绍内容，希望你能在我们的捷运汽车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按个赞，并订阅我们的影片。喜欢福斯车系的朋友也可以到捷运汽车来赏车，地址是台北市北投区立贤路61号，服务专线是0917-435-209。谢谢各位。